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做个乡村版的油卷麻婆豆腐。先把豆腐打出来，又是烧鸡豆腐，油卷烧这个真的是绝了。烧酒，再来一坨猪油，豆腐哈就腐油多，这个油点儿下锅，油点儿炒香，豆豉下锅，姜蒜下锅，花椒下锅，来个海椒末下锅。来，豆腐下锅，豆腐这个东西哈，就是要烧的多才好吃。你烧一份和烧十份烧出来味道是不一样。我们的主角，油卷下锅，十个的晓得用的巴适的板。来，准备勾芡了。然后我们下点鸡精，盐味下去。吃饭喽！哎，巴适的。来，要不我来给你。来，老子来吃饭。